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爆料。崩铁 2.3 卡池公布，冰属性击破风狼来登场。流萤星期日，翡翠技能爆料，风寻猎灵加灵丸全体。崩铁 2.3 测试服开放，流萤详细技能来了。 2.4 卡池实锤，首个四形态角色空降，超人气美少女系列，崩铁翡翠技能爆料。量子虚构最强 C， 流萤实际技能特效全曝光。娇羞罗斯古姆技能曝光。众所周知，星穹铁道 2.2 卡池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新五星角色知更鸟、波提欧也即将登场，同时还会有托帕、浮玄这两位五星角色的复刻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新角色、流萤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后续 2.3 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。 2.3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已经官宣，分别是流萤、翡翠，尤其是流萤人气非常的高，还没上线就深受玩家们的喜爱。 2.3 复刻角色的话，最新的一版爆料是软梅、萤之复刻，好家伙，三大成女挤爆卡池，简直不要太香，就是星穹有点招不住了。然后就是新卫星角色星期日的相关消息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哈。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星期日是冰属性丰饶角色，就以下技能来看的话，是个击破丰饶拐，可以理解为带拐的加拉赫。如果消息准确的话，星期日真就是大加拉赫了。不仅如此，新卫星角色飞霄的相关技能也来了，如图所示，飞霄是双属性巡猎角色，整体技能机制来看的话还是挺猛的，强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变相被绿拐，灵命机制完整，比较利好追击或者高速队伍。不过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
再走哦。